不是特别难的一关。嗯，看到给我的通关条件，给我选择好的植物，给我布置好的草地，以及给我打的这一堆僵尸，我整个人是懵的。你跟我说这一关不难？ Hello。先种一个火葫芦。第一波僵尸来了，安排一个田鼠，再来一个炸弹坚果。老大，鸡鸡鸡！你当我火葫芦吃素的吗？哦，老大这里凉凉喽。谁跟我说这一关不难的？再来一次，打不过就拉倒。或许可以试试卖成黄桃。得了，老大又凉了。这怎么玩？这没得玩好吗？溜了溜了。